吴信贤，你敢去啉咖啡哦？我嘛爱啉诶，咱做伙啉啊！啉什么咖啡啊？人拢讲啊，还未正式开播。歹势吼，啊，阮店还未正式开播，今仔日无遮热客啦。啊，看起来恁俩敢若有熟识，所以恁若要攀亲引戚，唔免伫遮，欢迎恁手牵手出去外口讲。好啊。我知影附近有一间咖啡店袂歹，我带你去，行。喂喂喂喂喂！哦，你搁真正搞烂落啊！你嘛留一块红毯听诶。别去，你家己去，我要留落来。哦，千万唔通！我拄则毋是讲过啊，我们还没正式营业，阮今仔无要收人客。啥是人客啊？哎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咱的关系无假。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之前我要给你讨一句道谢，你这心不甘情不甘，啊，现在是怎样？我讨厌你这样呢，结果你硬要再来这给我念TT。啊，请问一下，你是不是有一项人生志愿，就是够人玩啊？哎呦，你也别这样说嘛，我的救命有人开店，我当然要给捧场一下，对吧？阿秋妹啊，给主持的咖啡花喝，我替你鉴定一下。我一点都没想要煮咖啡给你喝，快出去啊，走啦！小气鬼啊！啊，走啦，走啦！你这位小阿姨，是像温尊你安尼对待阮信贤哥啊？像是小阿姨，像是你的信贤哥啊，别胡叫啊！咱拢已经做伙吃过饭啊，我嘛叫吴慧玲，叫吴妈妈。我若是叫你吴副总，不是足见外的，当然爱叫你信贤哥嘛。拜托的，这是你家己大主大义走来的好不好？哎呦，不管安怎讲，这拢表示咱两个有缘分呐。趁高明陪，阿雪妹，紧的，全吃酒啊！哎，我就不借你。哦，不管安怎拢不要紧啊，就是卖等一下桥啦。拜托的，紧出去啦！有啥物代志，随我外口讲啦。喂，阮信贤哥愿意带你来，这是你的荣幸嘞。你伫安尼甲伊讲是啥物意思啊？荣幸？哦，我真无爱嘞。拜托的，自从伊出现了，我逐工拢在水逆嘞。啊，你真唔介意哦？拜托，紧嘞，紧嘞，紧甲伊带去，带去恁家蓬荜生辉哈。慢走不送，谢谢光临。你，哦，真正是给你脸不要脸嘞。你莫就是讲你穿安尼装可爱，我就看袂出来你已经三十几岁啊哦！明明就是中年人，放一点仔人情世故都唔来。拜托嘞，人信贤哥是五山集团的二少爷，伊有啉过全世界上高级上贵的咖啡，啊，搁有所有精品开幕，还是新品发表会的时阵，拢想在要邀请伊去做贵宾。伊愿意带你来家，是你三生有幸，啊，搁有。你真正有眼不识泰山的，竟然要把我赶出去！你敢知影我是谁？我真正不知道你谁，不过那也不重要啦。我是气象主播廖萌姿，你是拢无在看电视？我在看我的气象播报哦。你气象主播？哦，你这气象主播敢是用假腿换来啊？啊，若无参像你安尼，这么无气质，还当做气象主播？你是凭啥物安尼讲我？我的气质只有信贤哥看有，你是白相啊？哦，看起来你这气象女主播。无按算着，今仔日暗时啊，你会看到满天钻金条。
你往走吧，啊！廖大主播，伊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若是搁对伊无礼貌，就等于是划歹看，请你以后莫搁来遮找麻烦啊！是伊先对你无礼貌，我才会想讲替你出气，你哪会当安尼颠倒是非？咱两人无遮尔熟，我无需要你替我出气，请离开。我搁有话想要甲伊讲，门口伫遐。谢谢光临，不送，下次不要再来了。你，你哪有这啊？看你这个表情，你嘛该去旋转木马。我嘛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旋转木马音乐盒。这是我最爱的东西，我不管搬去哪里，我都会扎在那身躯边。你知安怎？我对旋转木马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。真实的啊？我偷偷跟你讲啊，我大概吃生日蛋糕，我拢指定蛋糕店爱做旋转木马的造型。其实我跟阮哥哦，嘛做介旋转木马的呢，因为阮细汉的时阵，甲旋转木马有做侪、做珍贵，也够做快乐的回忆。我是唔知啊，我现在才介意旋转木马。我敢来知影，我大概看到旋转木马在遐坐起来，我就会感觉特别安心。我嘛是呢。跟你讲好啊，其实五年前我有出一遍足严重的车祸，我头壳受伤，昏迷一段时间啦。当我清醒了后，我的记忆都干来记十二岁之前的代志尔，啊，剩的都拢袂记啊。啊，不过我有经过治疗，所以你唔只会当看到即卖的我，这嘛是有可能在咱头熟识的时阵，你感觉我这个人怪怪的原因啦。相公，你怪怪，我感觉你真与众不同，等到予人一种想要甲你行较我的感觉。其实我自细汉身体就无好啊，我妈讲，连医生嘛认为我活未过三十岁。后来是我妈无放弃，坚持送我出国治疗。同款伫个五年前，就伫个我要转院的路上。拄到一场真严重的车祸，当我清醒过来，我现什么代志拢袂记啊。所以我讲，我应该是全世界上了解你的人啊。啊，不过你嘛唔免感觉自卑，我顶多认为咱是一真幸运的人。你看，唔哪会当大难不死。可以当过两种无同款的人生。想袂到，你竟然真正跟我有同款的经历。那呢，你应该是真心知影我的感受的无？对啊，就是一种失去记忆，感觉心内空空，人生减一个部分，煞无来当斗相共的感觉，对吧？对啊，就是迄款袂用回头看。跟来当戆戆向前行，做完全无目标，想要知影家己人生的意义，煞一点仔拢找袂到。对，就是这种无力感。我嘛是开三年时间，才穿一抗忧郁药啊，才当好起来。唉，比如讲。我大概看到旋转木马，我就特别有感觉。啊，不过安怎想拢想不起来，到底是安怎？我想旋转木马，在我的过去，一定还有真多真美好的记忆。啊，不过我说无来当讲，
也无人会当了解我的心情。你听起来真足可怜的呢，至少我还阁有一个哥哥会踮伫我身躯边，靠袂着，就甲我讲一寡过去的代志。也毋过，你煞拢孤孤单单一个人。所以讲，痛苦是比较出来的。你听我讲完了啊，你心内够较好过啊，嗯。你回来啊！阮隔壁厅还未正式开播，像咱顶面写真清楚，你还是回去看。歹势啊，你莫误会，我无歹意啊。我只是拄好拄到恁小妹，就讲正式甲伊陪做会室内。而且我真难得会当拄到参像恁这样爱真性情的人。我是真心想要跟恁交一个朋友的。哥，其实这有信心哦，应该不是什么歹人啦。拄只我有开讲哦，我才知影原来伊跟我同款，唔因为车祸失去记忆。而且伊跟恁同款嘛，拢甲伊旋转木马呢，无得看咱三个人真正有啥物款的缘分哦。金玉啊，伊跟你发生车祸，当时有代志甲有人讲。希望你莫用奇怪的眼光看阮小妹，啊若无，我袂对你客气。对啦，总袂当大家拢叫你法全妹啊。哦，我叫吴静玉啦，还是喜欢个陈文瑶。我伫遮正式甲恁自我介绍，我叫做吴信贤，真欢喜甲恁识识。调查信息营业的行踪，不管是遇到什么人，跟什么人做伙，拢爱调查个清清楚楚。我的后生对你妹妹真有好感啦，啊，不过，可能为你妹妹的身份，也阁无资格做阮信息的家阿，所以，我这做妈妈呀，只好家己跳出来做歹人啦。我是希望。恁爷妹仔会当主动离开这个所在，以后我的后生若看袂到恁妹妹，伊自然就无这个念想啦。我知影，讲钱伤感情，啊，不过无钱是寸步难行。这是我一点仔心意啦，希望帮助恁爷妹仔会当离开这个所在，有更加好的发展。有点歹势，这机票我袂当收，阮是袂离开的，因为静玉是单纯把你的后生当作是朋友，而且伊无做唔着代志，你若是无希望因继续见面，你应该回去提醒你的后生，唔是来遮想要用钱甲阮赶走。原本我来真的是看到人真好参详啦，想袂到你这俩固执，唔知影变通，无怪啊！干那会当开一间这俩细间的店，实在好就失望。失望的，唔那你一个。看来夫人无介要做咖啡，因为伊家要紧咖啡的生产地，唔是我用心煮咖啡的过程。今日我今晚无啥好招待夫人啊，夫人，歹势，无送。